刚刚三王是三高的问题哈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检测每一个人，看你们有没有三高，要从腰围开始检测。帅哥阿泰，你不要装着没看到我，来，我帮你检测。现在要干什么？现在干什么？量看你的腰围啦。男生的尺寸是可以随便量的吗？哎呀，只有看尺寸，又没有看腰围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又没有看别的尺寸，量一下。我来啦！你本得一改呢，你超过90，你的血脂跟那个身高都太高了。腰围超过90，对啦，来来来，我只是量腰，不量别的地方了。别的地方我怕那个皮脂不够啦。哇！腰到下面一点，量太低了，这个动作不好看，要码掉。哎、欸，这是寸的，你要看公分的、啊，倒过来。这里是寸的，可以啦，一要两面的、啊。然后转过来、啊，转过来，93，超过，我要拍特写，93的哦。你要90以内，90以内，不然我会怎样？肥胖，还有三高，会不会阳痿？等一下。我只是量你的腰，我不量你的地方大小，好不好？原来啊，台湾的网友应该都很想知道，40年前台湾的女神代表，哇，向女士她的腰围，美魔女的身体密码，要不要知道一下？要。我的腰永远是22寸。小弟有这个荣幸为您服务一下吗？哎，苏小木，他说寸啊，我们就用寸这个来量吧。哎，只有你才有，别人我不让人家碰的。好，你好。只有我才有，是不是？你不要乱量，你不要这样量那么松，我要这样子。哦，你刚说22腰是不是？是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快买姐，这是几腰？喂，29.5。哎呀，他差7寸，我要写这个7寸是没有。我想22的时候是30年前。还有一年多一寸啊，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瓦姐的腿很漂亮。哎呦，瓦姐到底腿有多长？好，腿要从车这里量。你干脆从这里量好不好？没有，你不要这样在别人，你要看人家腰在哪。我的腰在这里，我不腰不是在这里，不能，因为我不能证实，你就这样啊。腰是在这里啊。解说了，算了。这个动作会不会很不雅？不会，你跪着很好。哎，小女士，公分哦，慈禧太后里面靠脚跟了哈。哎呦，姐你身高多少？163公分身高，姐的腿长是98公分。哇，六层应该有。告诉你啊，我手长脚长，我的手你看这么高。哎呦，哎，真的，你看姐手好长，你看。对嘛，美魔女。今天我们了解了美魔女的身体密码，什么都不重要了，要注意身高比较重要。对，身高不重要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就是胸围的部分了，啊，那不要了。